前有网友爆出张一山在开豪车出行时违反交规，被网友举报后被罚款扣分，迅速引发热议。北京交警晒出了当时张某某违反交通规则的照片，虽然驾驶员进行了打码处理，但还是被网友指出文中所称的驾驶员张某某就是张一山。而从网友拍下的这张违章放大后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驾驶员就是张一山，副驾驶的女生也被曝光了，纷纷猜测她可能是张一山的新女友。不知是阳光刺眼，还是发现有人拍照副驾驶的女生有一个用手挡脸的动作，女方身穿白色短袖 T 恤，妆容比较淡雅，再加上披肩长发，看上去非常的有少女感。张一山则头戴黑色鸭舌帽，身穿白色上衣，简单又随性，白色 T 恤简洁大方的款式很有高级感，圆领的设计洋溢青春活力，彰显少年的清爽俊朗。喜欢就订阅呗。